为什么要叫五迷三道啊？因为我们不招熟人。这首歌不适合在前妻面前唱吧？方便把我的前妻请出去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有道小人爱财没有礼貌。外号叫芳心纵火犯。我觉得你有点轻浮。从来没有人第一次这么准确地把握我的个性。名侦出去的哪个不是接梗王？Number one， 帮我实现长高十公分的梦想吗？梦想和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区别。他小时候特有唱，比例很好的那种。什么时候大反派？就在他的那个身高下，他尽力了。最近最常看的还是《新概念英语》。我是对艺术的。没听过。这根本开不了，内娱完了。亲手织的吗？这个衣服我妈给我织，就是小时候织的连衣裙，长大就当个马甲。我们白保险，我们很腼腆，我们不要脸，我们爱现眼，我们不检点。我一张，你不需要保险。好的，我发一天吧。首先，我不是个结巴，我毕业于哈佛医学学院。对，我不是个结巴。形容一下你和白哥之间的关系。凑合过还能理解。小房子一下就暴露了，我一下就推开了，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。哦，潜规则上位，看清楚。Oh no！ 你居然潜规则，你有这种渠道为什么不分享给我？觉得娱乐圈没有几个人说。那哪跟着化妆了？自己长什么样没数吗？Number two，没有人问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是跟他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 homie， 就是我死了。人家就这样了，你还 homie？ 我在前面唱跳，你在后面上吊。Let me talk， 哟。我是没事玩的嘻哈，正想要当 C 咖的白拉普。我曾是顶流，现在只能耍猴。我们在前面 PK， 你在后面装乌龟。我在前面唱跳，你在后面上吊。我是白敬亭，不是谁的替代品。当了小三儿，成了棒尖儿，这事儿没法翻篇儿。Baron，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你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个整夜？等于是跟这个欧快活一块儿、他叫欧活泼，一下把他名字拉低了好几个档。重点是欧快活，杨子有种不正经的感觉。前记录，六个潘今天好像把我的奶挤疼了，把我的奶油给挤疼了。说我是欧普哥王子，我是你们收留我，那我不要面子的。你扇我的屁股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大爷年龄大了，想学点新知识，你们咋授粉呢？我们呢就是这样，努力的公厕去授粉。Number three。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酒，你是喝大了才会长？没有喝大，就是微醺。你连一和二都分不清了，你怎么会是微醺呢？你看他动作，再来一遍。笛子需要几只手？两只手。他只有一只手。对，没有笛子都能吹，没有手算什么？就是拜倒在女神石榴裙下的天才数学家。我知道，大的吧？咋的吧？我第一次演讲的经历大概是4岁到5岁，从那时候开始就多次当众就念检讨书啊。我参加过学校一次辩论，就被老师礼貌的劝退，老师只跟我说了一句：“辩论和抬杠是不一样的。”人是人他妈生，你再来呗。好，人是人生的，妖是妖生的。把上一个那10块给我，我拉倒，那我自己拿，我就拿10块。这个行为的性质你明白吗？3年以上5年以下。现在是个好的东西吧，拿过来了。是个好东西，你偷什么去了？你们经过哪个村偷的？我是撒贝宁，听听说法。从哪儿顺的东西？价值多少？数额是不是特别巨大？要喷，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男人。有什么意见吗？他这个男人是肉笑皮不笑，就那刚打完就是。Number four， 在这浪潮，这给我们带来的机会，我们把这些方法都总结到一个开悟的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。
天工开物的开物。对，您问过宋一星吗？在你小时候不喜欢的课是什么？所有让我罚站的课我不喜欢。那就是所有的课。教的课我不行。而且你是天天被罚站吗？我也有周六周日。我也有周六周日。当年康辉他们上学的时候去食堂打饭，师傅来二两米饭，师傅都说你是国英系的吧。你是中国男主持人里自认为排在第一的位置的那个人吗？当然，不然还有谁？不然还有谁？甭管那些搭档，对不对？对你而言，你就选一个最不想搭档的。谁？春晚我应该留我一个人主持才好，怎么还需要搭档？结婚有艺术，无意思。人结了婚之后，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不就是维持婚姻吗？问这种事干？我喊你很多很多年了，真的真的真的很久，十年有了吧？把话筒关掉。我脱口而出，我喜欢撒贝宁。后来我就记得《白蛇传》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当时我就转了，就撒贝宁，撒贝宁。十年前你干什么去？一边。他是个龟还是马呀？什么？不能是龟，不能是乱开车，我还没驾照，不要开车。我黄老师的片酬是零，交换条件，身体交换吗？不是，我身体就不行了。咱们是个健康的节目，是不是？他一共是背对着这么杀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撑，那万一是你撞过来，你说黄老师擦就杀了呢 ？Number five， 我是 Beer 三 ，Beer 三 ，Beer 三 B。第一部戏就跟那么大导演合作，运气好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你优秀。你来了，王嘉尔不在这个节目了，就没人看这个节目，是你比较难过还是我比较难过？我比较替你难过。大军哥，你的成功不无道理，根本没走捷径。优秀的人他就不用走捷径了，优秀的人只要走起来那就是捷径。知道齐天大典是几点举行的吗？报告老师，魏大勋知道。魏大勋，你告诉我，中午12点，因为那个时候时间正合适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人才，因为昨晚上绝对过瘾。你敢吗？七月份，等接着我肯定敢，肯定敢。班长，大勋说他四楼敢，70多层他一。咱私下聊天，你怎么能叫官说啥呢？闹不落嗑，闹不落嗑。我现在看得很懒散，但其实我是在进行一个本地的补充。这咱永远都没事没白账，说明就说相声，我就说不过。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我搭档是谁，知道你之后，我觉得很平稳。你跟真是什么关系？是我的继父，干爹。不是干爹，你这么讲话就很难听了。请尊重我继父。那么我就说一下好了。你的头有点脑震荡，有点脑震荡。你不要这样说他，你就这样说他。首先，我走的是大卫的工位。好可怕。 Number six， 你能接受姐弟恋吗？我觉得我前两年还不太能接受，现在是 OK 的。是年龄上了。今天参加这档综艺更污了。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。大师的妈妈爱你。啊，他是妈妈，我是爸爸。朋友的口红怎么办？那就立马转200，让他买5支，买5支一样的喽。拿200买5支，可能是更大手笔一点。你要不就给他吃，你不要说前面妈妈不让你吃。那应该怎么说？他应该说爸爸妈妈不让你吃。你们是一体的。我给你捋一下这个逻辑。来，你捋。爸爸妈妈不让你吃，但是你现在哭着闹着让爸爸给你吃，爸爸现在给你吃，那就是妈妈不给你吃。这逻辑没有问题。一分钟的，一天要换水，我不接受。你哄过他吗？哄过。你都怎么哄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我老婆一般会说错你错哪儿了，然后你接下来呢？全错了。他会哄你吗？也会，比如说要去超市，你去不去？这你就 OK 了吗？这有台阶还不赶紧下？Number seven， 生完孩子之后要先看妈妈，不要先去看宝宝。尝试，这是一定是妈妈。那其他常识有没有？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。那
要模仿他坐月子，我也要坐月子。他生的时候，我也要赶轿生。感同身受是吧？这段帮我单独剪下来，反复观看，反复观看。这黑客吧，是爱丽丝问的总监黑客吗？你，我不叫魏，我的名字叫陈旭元。你，我不叫魏。他失望了，我确实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因为我在场。是他的保镖还是你也是来摇号的？你有摇号券吗？大家可以看出来，我是他的贴身保镖。本来是保镖，但是今天确实贴身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打歌？来来来来来，严肃一点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是适当的庆祝一下就可以了。不听啊，坑你给啊，你都东南改定的。啊，他说他是岛民。现在国王有99个兄弟了，就一个小公主不就够了吗？我不是够了，我是够够了。那99个小皇帝联姻，你一个人对99个？哦，你是想要为父王出一份力吗？想出一口气吧，应该是。无花果打一花名，题目是啥？无花果。厉害厉害！哇，什么题目是啥？你现在这个部位就是为了显得自个儿高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呢，它叫脑子。你看他就有技巧的，知道转的人要转着人，转着人，不是人转，不是人转，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Number eight， 磨合很长时间吧？还好吧，两年多，对对对，两三年。他们两个就是不同父还异母。吓我一跳、啊。如果我不努力工作，我还有什么？我跟我朋友说，我朋友说你还有脸说出来？你还有脸说出来？我有看书，我看很多歌，看说明书对不对？说明书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写得了剧本，画得了分镜，脱衣服演员，关键是我非常省钱。先替张总来评价一下，他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这自我认知能力有问题。剩下都还好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为什么海水是咸的，而眼泪也是咸的？我看你都咸了，咸的够呛，还会说这种话。那你要学习的是什么？说话。你想学说话呀？对呀、啊，普通话。练不会的事就别练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会你的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长头发呢？我又不是张杰，你问我这事。那么不高兴啊？因为刚才掉下去一个人，我的宝贝有点受惊了。受惊了？哇！祝贺祝贺祝贺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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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一天我出去玩旅游，我的书包丢了，我问导游怎么办，导游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说你待会儿还我呀。羊会咩咩，鸭会嘎嘎，鸡会什么？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阿你哥，你是音乐里面的传奇哥。全世界的人都想买你的演唱会票，但是为什么买不到？因为没办，因为没办啊。Number nine， 热冠军也不错，有得有失啊，得到的快乐，失去烦恼啊，可以。这一切都是我奋斗出来的，最开始只有几万，后来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像素的手机我都有了。We will. 我想做你的马，只希望你能说一声驾。继续找他，发现角落里有他的蓝马甲，里面还有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写着：“快把马甲脱了，有人要杀你。”哦，在论坛里吗？就是说和楼主说一声，你把马甲脱了，我到时候咱俩约在崇文门见，崇文门见，有本事别带马甲。我告诉你，现在都是 IP 显示属地。你看，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停顿了，我知道他俩一定要接，知道会有人接这词儿了。我就说这球吧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我们拿着一个球许愿，因为这是保龄球。不热，大老师，没事，我在屋里出汗，我都在屋外出汗，门外汗。